大就会往那个洞口流出来，老师就直接画没打稿。可是马来西亚我们都画很多花草之类的图样。然后另外一种工具就是这种，这种是压印的，就直接压印。反正我们马来西亚当地我们用的工具，每一个图案都不会再重复了，因为都是没打稿，直接画上去，凭经验。然后那老师画完画，我们那个小他们那些女的员工就会上色，免费随意拍照。